各位乡亲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美国洛杉矶千峰公共电视台 Samuel Lee。您现在收看节目是千峰政治台。4月30号，在洛杉矶这边由台美人笔会林文正先生所主持的一场演讲，是由王泰泽博士来这边开讲。所讲的题目并不很耸动，但是内容非常的精辟。就是台美误解半世纪日常的生活观感。王泰泽博士来到美国，也有半世纪了哈，超过50年了。他除了在他的专业领域发挥得很好以外，最特殊的是他毅然决然在当副教授的时候呢，就辞掉他的工作，开始进入所以文学这个领域。所以他现在呢，他在演讲方面有关于文学、雕刻各方面都非常的杰出。4月30号演讲完以后啊，我个人就做了全程的录影，然后剪接，然后我个人呢觉得讲得非常的好，我就把它 po 上网络去让大家欣赏。洛杉矶这边有一个叫做台湾公益网，这个版主呢张先生啊，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说啊，Samuel。这个讲啊，足赞的，足好的哈！来来，我们一起来努力，我们把它做成 DVD 来送人家。好，他就跟我提这样子，但是后来我放上去以后，就收到王博士的这个通知说这个不能播啊。我说不能播，我说讲很好啊，现在不能播。他说做的好不好是不是我来决定，是由他来决定的。好，为了尊重他的这个。影像权啊，我就把它撤掉了。撤掉以后，我就做个 DVD 寄给王博士先过目。王博士看完以后就通知我说：“好，你可以播了。”所以呢，在台美误解半世纪之前呢，我们台美人之间也有个误解2个月。现在请各位好好来了解台美误解半世纪它的日常生活观感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各位这回会员、会长，啊，佮含前方电台台长，第一摆熟悉。我今仔日节目吼，有人录影吼，是第一摆，所以即个 NG 毋知安怎，我家己毋知啊。所以你翕你的，啊，我讲我的吼，我拢无爱甲你看着着啦吼。啊，实在哩吼，伫美国所在共款的话题吼，咱若转去台湾吼。会当甲台湾提醒咱台湾的遭遇吼，可比讲我去年今年初1、2月转去台湾选举，也是讲继续讨论迄落，倒去台湾各地演讲。我主要演讲吼，较趣味伫台湾讲，我较无趣味伫美国讲，因为美国大家对台湾的代志拢足比台湾人较清楚吼，所以我即摆转去万能教会，即长老教会、万能教会，也是台北的北门教会，也是台北的义工教会。嘛是一个科技大学一个研究所研究室，因迄教授含我熟识，伊讲伊个学生，伊爱互伊个学生知影台湾个代志，可见讲伊是伫美国留学转去，伊有感觉讲台湾个学生愈来愈毋知影台湾个代志，所以我若转去吼，伊拢叫我含因个学生吼座谈，座谈即场就是座谈到3点半，大家讲到真好，足侪代志伊毋知会当讲互伊听好。拄啊，林会长讲过啊，我含阮牵手翻译一本册，叫做《台湾动荷下的民主进展》吼。这本册作家就是恁咱加州 Pepperdine University 的教授，叫做 Bruce Hutchinson。伊对台湾的看法就是讲，台湾现处时是无和平，有自由，但是无和平，吼。但是呢，虽然是安。咱也有和平的希望。另外呢，台湾的温柔是无自由的和平，就是有人会去投降中国，迄个将来，迄个目的，哦，前部分无和平的自由，现出时的状况，无和平的自由是咱。台湾民主独立斗士40、50年来会努力打拼，达到的现状，现在是无和平的自由。但是可惜后壁这部分，
就是现主席马政府要牺牲台湾的自由和台湾的主权给中国。所以这个作家前五六年前那本书就说得好细好细，你若安真简单，你若投降就好啊，台湾若投降，你就有和平啊，但是你无自由。哦，伊这个看法真深入，我就是为了看到这本书，哎，这两句，我甲含阮太太甲伊翻译。咱常常吼，咱伫政治斗争内底是安怎，咱的成功率会低，是因为咱的对象吼，常常是因自顾目的不择手段。但是咱呢，咱时常爱有啥呢？爱得爱政治，爱正确，爱道德，爱有标准。政治正确，我用一个例来讲，可比我阿扁啊，就一点嘞吼，连送。遐个人拢无要甲伊参加，无承认伊个就职，伊袂来参加。就职典礼，总统就职典礼落选的人袂来参加。但是因迄边呐当选就职吼，咱这边人会去参加。咱是爱啥？爱政治，爱正确，道德爱标准爱悬。咱有一句话讲：自卑的人无敌人，吼、哦，咱就爱自卑，唔茫有敌人。其实你愈自卑吼，对方。咱所面对的对方，如甲你软土深骨，现主持就是迄、那个，啊，毋过阿扁阿弟拢阿来，即嘛就是即个原因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即种种，啊，平平云先生最近《自由时报》一篇文章讲，咱毋是无了解中国，咱毋是无了解国民党，根本的原因是啥？因是咱无相像，咱得彻底知影讲，咱是含因无相像，毋是咱无了解。那讲咱无了解，表示讲咱做不到。其实咱的困难是因为这两个族群的想法无相像，甲下骹这无相像的原因，不是咱无了解。在台湾，含学生讨论，种种的起到这个话题吼，就是讲，正平可能无啥看到，讲台湾自古，台湾自古以来。是中国的领土。这张地图吼，是1950年印出来伫台湾的地图。咱从教育，从1950年，咱就从教育讲，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。但是我最近去加州，拄啊好运，拄啊拄到蒙古在展览迄个成吉思汗，伫 Field Museum 在展览成吉思汗。Chicago， 不是 New York，Chicago， 好 ，Chicago， 啊，因有 slide 吼，啊，展览足侪吼，啊，伫涂骹，这张相是伫摆伫涂骹，因唔知安怎做，我唔知啊吼。19年的蒙古西征东征，哎，版图发展19年，啊，一期直直算，这张是第尾期，第尾张啦，表示讲因到因为止吼，到1279年的是你甲看。台湾不是原条的版图，无相像色。海南岛是台湾不是，我抗议看遐台湾不是。哦，过来是明朝吼，明朝一直对台湾无趣味，因为迄当时是欧洲海权国家伫发展的所，也是荷兰啊、西班牙、葡萄牙，因拢伫。幾年 一年要去到太平洋要幾年的時間，但是他們對那邊發展主要是怎樣，他們要貿易嘛，做生意、哦哦、那個時候，所以明朝對台灣也沒什麼趣味，那主要是到尾仔荷蘭人去台灣，去台南設赤崁樓和安平古堡、哦，迄、那个时间38年，荷兰人伫台湾38年，到尾啊，和郑成功拍败，吼、哦，啊，郑成功伫遐21年，郑成功伫台湾21年尔，明末21年尔，甲和清朝诶迄个施琅、施琅
是拢拍败吼。啊，迄个是第一摆清朝入去台湾吼。啊，清朝入去台湾以后，清朝伫中国已经，啊，毋知是，清朝伫中国吼，267年，吼、哦，啊，伊伫台湾，敢若有212年，啊，迄个时嘛是同款，是荷兰人海关国家伫遐咧做行李，专专海贼迄个东西是安尼啦吼。历史的册读起来是讲海贼啦、贸易啦种种迄、那个关系，毋是讲清朝去占台湾，啊，要建设台湾，毋是迄款的情形。啊，这拄仔讲过啊，就是讲郑成功拍倒荷兰吼，赤脚吼，和古登讲啊，死人这拄仔讲过啊吼。啊，清朝迄个当时，简单讲，予我的印象，细汉的印象就讲，予台湾人掠门尾啊，满清满清的人都爱掠门尾啊，所以西龙去台湾吼，要求的一项就是恁爱绑门尾啊，另外呢，就是爱绑卡。所以阮细汉老人白卡白门尾啊，这个印象拢还伫咧。啊，最近的较少年人，大概是毋捌看吼。啊，这款材料伫美国，我爱介甲大家鼓励，就讲若有闲退休吼，会当找当地这个双年学院，美国总是有双年学院，在辛辛那底。啊，白州的大学嘛是同款有这 Olli Program， Olli Program 就是迄个人 Osho。Lifelong Learning Institute， 哦，会当含美国对台湾的代志交换意见，这就是阮太太咧一班，迄班啦吼。阮两个做伙底下咧讲台湾历史含文化，一季，迄学生一个人交80块，啊，拢总有100多个科目，随在你选，哦，迄款的所在。啊，含伊接受咧到地发，感觉讲，迄有影是真的呢。美国吼对台湾拢不了解，你若讲台湾 is Thailand， 你若讲 I'm from Taiwan 吼，足侪美国人会讲 I have been to Thailand， it's a beautiful country， 拢是安尼，大家可能有经验吼。这含咱台湾嘛是同款，我若讲我是闽南人吼，随时有动向吼，讲闽南的猪脚真好食，你唔知有法？知影无？我闽南人，所以我知影。啊，大家拢唔知影，闽南的红豆啊是世界有名的。闽南一年有一个红豆节，啊，大家拢买买红豆饼。啊，这个欧秀这个 program 去含美国讲吼，含美国人讲吼，啊，我学期了，我拢会写批甲伊问讲，啊，恁学着啥？啊，恁啊未来上课以前捌啥？以后学着啥？哦，我用这两个咧。伊讲我读到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台湾呐，是不同的、无同款的统治者代代相接的历史。因拢唔知影讲台湾除了所谓中国以外，有遐荷兰占过，有遐种种的过程啊。西班牙嘛伫遐，日本嘛伫遐，因无啥知影。因台湾想的就是中国安尼尔啦。迄唔知安怎开始，我都唔知影。我好。另外一个讲，我想讲恁翁仔某教了真好，因为伊讲安尼，所以我用互恁看，帮助阮进一步了解真正的台湾，并且除去一般常见的误解，阮真想要得到台湾的信任和友情，因为我甲因讲，美国对台湾实在是无偌好啦，吼，安有迄个感想，因为8礼拜嘛吼，会当详细解说。唔是讲安尼面对面讲了就煞去，8礼拜详细解说吼。啊，因这学期结束了，我甲问伊迄回答，啊回答较足侪，写甲真同意的代志。哦，伊即嘛是，但即都嘛是一部分你讲的吼。伊首先伊想讲台湾就是中国一部分，啊，但即嘛无安尼想啦吼。啊，是讲台湾人拢讲是中国话尔，剩诶外语拢无啦吼。啊，是讲以前拢是台湾是反共的国家啦。啊！美国处处为着台湾人设想啦，只有中国统治过台湾啦吼，所有台湾人拢是中国人，吼，因的想法是安尼啦。啊，我得甲解释，啊，就是因即马有变啦，吼，加减的，超近运动。
啊，台湾人拢是中国人，这个因的误解，说落去。你要看台湾土地本身初初四五百年前开始，用四五百年前来讲，开始是南岛殖民，吼、哦，南岛殖民遐族遐原住民，就是讲西方在马达加斯加东部到遮，你唔知有看到福瓦岛吼，还是纽西兰啊？台湾是上北边，这白山空域看内底，这就是南岛殖民、南岛语系的群族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来紧紧来看，刷嘞诶，台湾片，婆罗洲诶原住民就是安尼，好刷嘞。斯文达拉原住民就是安尼，马来西亚原住民就是安尼，新几年诶原住民就是安尼，是安尼。夏威夷诶住原住民就是安尼，马达加斯加诶原住民就是安尼，爪哇诶住民就是安尼，菲律宾诶原住民就是安尼。福瓦岛的原住民，这我的上较少，就是安尼。纽西兰的原住民就是安尼，台湾的原住民就是安尼，平埔族和原住民、高山族，所谓吼，就是安尼。你啊看，这个南岛住民，拢拢共款，就是迄台湾，就是迄部分开始的，迄部分开始的，吼，唔是讲咱是。炎黄子孙的恩德是咱的祖公，唔是安尼啦，迄是遐说落去，啊，这就是讲笑啦吼。到1978年，新西兰的毛原住民，这是阮遐个囡仔哦，不然明占领者，空伊看，迄是阮两个祖囝啦，哦，啊，因跳舞，纳入弯道在跳舞，啊，我嘛捌做过原住民嘞，这边在讲，好、哦，做王啦。张良德教授是，伊讲，嘿，你足含原住民足熟人咧，面相，我唔知有影无，我唔知啦。讲啊，这点无，我唔捌甲你甲人治过，我今日要甲你治，啊，今日要甲你治尔，伊有收集这点啦，嘿，来加官吼，吼、哦，啊，三年前治啊，回加官，所以，哦，所以，你看台湾人，所以台湾人，咱知影，咱有长山公无长山母。甲会讲，咱是安怎太台湾人含中国人无相像，因有迄块位个叫长山公，有长山公无长山妈，吼、哦。所以恁妈哩即个马街病院教授，伊对种族个分类啊，即最新个研究用 DNA 研究种族个分类，你甲想看，迄空伊可爱，个空四个可爱遐吼，迄就是原岛殖民，迄南岛殖民。就是遐台湾的原住民吼，啊，你若讲台湾人就是迄个晋河遐吼，台湾历史吼，迄是台湾人，啊，即台湾人包括河洛人、客家人，实际上即台湾人啊，含下骹系中国人，即汉 Chinese， 啊是满清满，吼，啊下骹 Mongolian， 实际上台湾人含汉人含满清啊含蒙古人。差很多，就是因为咱虽然伫中国的福建、广东移民过来，做海产的时来吼，啊含原住民有通婚嘛吼，啊演变到遐侪百年吼，变成台湾人家己有一个种族，吼伊研究的结果，吼、哦、你看看，迄、那个日本啦、啊，啊是琉球啦，迄拢无相像吼，好好刷入去。啊！伊个研究结果讲，咱伫台湾85%的台湾，所有台湾人吼，拢总有原住民的血缘，迄就是对下来对清朝啊含原住民通婚的结果啦吼。说落去，这个就是去年陈云林来台湾的时，一个法国学生闯入去迄个警察的边啊。啊！甲伫电视采访的时，甲台湾的电视观众讲 ：“Taiwanese, you are Taiwanese. You are not a Chinese. Remember, you have to work for your country.” 你看，法国学生都知影咱是台湾人，唔是 Chinese 哦。可惜袂当做，只有当中国统治对过台湾，刷入去。台湾有啥人统治过？即用 Jerome Keating 的册的方面哦。
来讲，第一个捌伫台湾插过旗啊，就是荷兰赤崁楼啊，民国堡吼，迄、那个差不多迄个当时有西班牙的人去伫北部淡水吼，即、哦、嘛要有遐吼，也、是讲基隆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今日明白郑成功，郑成功去拍到荷兰迄、那个。啊，刷了去，明末伊和清朝拍到苏人，拄啊讲过，苏人拍到啊，清朝伫遐，即211年、12年，第五个日本啊，法国吼，法国伫基隆也会当看到法国含伫遐小台的梦，也是偏哦，要伫遐，啊，遐差不多同款所在，同款时间，啊，晚清。挂用吼日本，啊日本统治台湾50年，日本机啊，咱这即马较少年，啊时间较接近咱的印象较深哦。日本，啊所以日本迄个是要去台湾，当地的士绅真反对，是安怎？日本人伫朝鲜遐人伫战争，啊伫北部咧战争，啊说拍赢，啊清朝是安怎态度挂南部的台湾给日本，啊因特别组织台湾共和国。哦，东京上，嘿，东京上台湾独立国，对，啊，迄台湾独立国阿未？啊，伊东京上，互人讲做十二总统啦，因为日本要来以前，大家做官的，大家溜了了啦，哦，啊，干啦，差不多三回去都拢无去啊，哦，迄台湾独立诶共和国，第八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中华民国，马卡萨准中华民国九中正以后。共产党打到台湾西海无地通去，马卡萨因为要扶养伊伫亚洲做一个继续反共的国家，所以甲台湾不会回。啊，到今仔大家这个历史大家拢知影吼，伊来扮演着一个独裁国家，哦，啊，实在是台湾的根据 San Francisco 的和平条约，台湾的地位未定，唔是种蒋中正的啦吼，袂样简单吼。坐下去。哦，啊，拄仔在讲 Jerome Keating 有迄本册吼，方面有遐机啊，就是讲有遐八个国家。啊，伊最近做一本册《The Mapping of Taiwan》，去年伊伫遐签一本册卖我吼，啊，这本册真好。派 order 啦，伫台湾吼，啊，互恁看一个，啊，若有趣味人吼。会当继续用网络，知影这个，伊对古早的地图啊，含迄个地图，迄个当时台湾发生啥物代志，写啊真清楚。一个外国人对台湾的研究很深哦，才是真感心哦。咱本身台湾人就无讲遐多认真地做这款代志，吼、哦。嗯，第六届台湾伫中国内战，打输共产党，哇，这个就是。一个是安怎美国人，他有即款的误解呢？拢是英文报道吼引起的啦。我用两个咧，即报纸常常报即款的吼。第一个，即就是四年前吼，讲北京代天的中国含台湾，半世纪前内战分裂，你看中国含台湾的内战分裂。这就是唔对啦，吼！台湾唔捌含中国有啥物内战啦，吼！这都唔对。但是西洋英语的报道就是拢安尼讲，吼、哦。各界站官方经过会议一年后达成互告的共识，迄个就是在讲1945、1949的时，啊，大家互告的共识啦，吼、哦。但是呢，主要就讲中国含台湾有过内战无？无影无食，无影。但是一般记者。唔知是方便啊，是安怎？啊，可能唔是刁工诶啦。但是因的了解就是安，啊，就安尼，就安写安尼吼。啊，写到故说变真，写到故说变真诶，吼。所以去另外一个，因为干脆台湾伫1949年内战终结了啊，大陆分离了，已经伫台湾岛上驻军60年。台湾它有。1949年，他有含中国什么内战？根本就无内战，所以这款的 misunderstanding，
misinformation 就是安尼，足流行诶，出来去。咱来看中国记录，知影清朝对倒边咧，清朝开始，那是有内战，这都是伫中国发生诶代志。对清朝直直抬，抬到孙中山武昌革命，就是第二个契机啊！哦，出来去拜洋军阀，哦，啊，就是即个国民党诶时代，按出来去过清朝复辟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拜洋时代。啊，所以去，即几年1928到1945年，就是国共内战，就是国共内战，上正面即吼，国共内战，即、這个时间呢，台湾拢是属于日本嘛，所以去，国共内战迄几年1927到1949，当时台湾是日本的属地，国父的避难所，北设地。中国内战和台湾无任何关系，哦，说来听。二次大战后，中国国民党拯救台湾，哦，唔知上救什么人，这都爱足巧嘞，说来听。哈，二次大战后，中国国民党拯救台湾是典型的国民党灌输洗脑教育，确实有影，含阮同时代的人的所谓个外省人，吼，哦。因拢想讲，因是对中国来救台湾的，因为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，殖民啊，被日本人伫欺负，所以阮咱中国人伫中国来台湾甲恁救。因拢袂讲啊，真好运，阮互中伫中国互共产党拍啊，东倒西歪坐入去。国民党拍输国共产党啊，好高明，拄拄啊二次世界大战战输。撤离台啊！日本撤离台湾，太平洋联军统帅 MacArthur 准国民党来台湾替联军治理战后事宜。哦，伊是 agent， 是吧？那无台湾，互共产党拍到东倒西歪，国民党早就走投无路。国民党拯救台湾，或者是台湾拯救了国民党，用脚头乌想嘛知？敢咱敢想无？哈、哦，所以呢？因啊，伫媒体、伫教育、伫学校，安尼直直讲、直直讲，啊，讲了煞变真正诶。啊，咱台湾啊，示弱，拢无关心，煞对咧同款想法，哦，来咧救咱诶安尼。煞了，咱家己地面部分，咱拢毋知影，咱拢无咧讲。国民党安怎剥削台湾？咱要请伊食面，好有道德标准，好伊请伊食面吼。伊刷规碗盘去，这个 video 吼，这个 video 做一只鸟啊吼，啊一个桌啊，啊顶边一只鸟啊，安尼唔知伫困啊是无伫困，啊迄、那个死鹅，迄只鸟啊第二只摆，啊看到迄、那个桌啊下骹一盘饭啦吼，明仔鸟啊咧食的饭啦吼，啊鸟啊伫顶边安尼伫困伫困，啊咧鸟，迄只鸟第二痛第二痛，我来话你讲，啊这迄只鸟它也无关心，啊行出去外口。我头晚起想得无够气，过一摆啊，规个碗总加出去。我看迄个我就讲，哦，国民党来台湾就是像安尼，一丝仔都无差，一丝仔都无差。第四间呢，咱就知影较有会人吼，拄拄啊大战煞，国民党来时，北达甲台湾的主权拢摕去做伊的内战，吼，到1949年，迄个是拄第四甲台湾的情形，经济情形就是。在上海的报纸、的卡通所谓的那边，就是讲，迄中国迄大只虫，迄个虫吼，弄出来在食这台湾迄只、迄只邻国的水水的朋克，甲伊侵占到七零多，台湾的人民啊，拢断电，拢苦惨，到尾啊，吊刀死亡。是甚物是上海的报纸是安尼报道的，这毋是伫台湾家己。家己做诶代志，好，坐落去。蒋介石拢捌睇过台湾人，哦好，捌唔捌就是李峤诶小说《卖湾》1947卖湾，这本书大家读看，就知影讲28诶是国民党在安怎修理台湾人，哦，啊迄唔捌睇过台湾人，迄是误解，哦，你看，这就是28当时诶。街路的场面，反共的场面种种，会当看出这出来吼，所以去。
二二八是二月二七开始，啊，到三月初四吼，就转到头，初开始的是我现超得六岁，八岁，我现八岁吼，诶，印象就是讲，迄个时，确实要对中国来的时吼，有士兵。啊，咱台湾的青年吼，拢也超前，因为我的记讲，阮老爸吼，捌伫门阮厝的门口口吼，啊，含迄读万丹的迄个少年人也超前在讲啊，伊讲哦，阮厝拢无比啥物人安尼吼，伊遐拢是要拍中国人来的中国人，但是无偌久，蒋介石派兵过来，啊，就犯规啊，咱台湾就输去啊，因为遐军队遐大吼，所以因来。第一个要消灭台一代精英台湾，也是真有计划做法，无袂讲遐冤枉。因所的对象，就是像这张相的迄、那、落、個、台湾，就是较有经济较好，会当去日本留学，生活较好过，知识阶级吼，像这款嘞安尼。哦，这个钱和这是阮闽南人。德平迄个陈金龙，就是二二八牺牲。哦，正平这个阮二伯是安怎牺牲？伊无过身，但是因为伊律师，伫高雄律师，伊伫寿山吼，互国民党用铁线卷手盘，卷甲手拢袂硬。所以我从细汉去因厝看伊食饭吼，拢都爱阮二姆嘛坐到边仔甲伊吃。迄大人大正啊，就是。伊拢袂硬嘛，所以即款就是种，所以二二八故事，即拢是事实啦。啊，因即马就讲吼，迄是台湾拍因的人，啊，拢扰乱这个，解一下这个事实说得起。哦，这个就是，这王千泽，这阮二伯，哎，两你发现两个穿衫相像，同款日本敢是明治大学的律师，啊，这边是陈金龙。哦，一般单人，伊就是互人称是，迄个就是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去，这边叶秋木嘛是屏东人。我印象我知影有迄个代志，叶秋木被枪杀了吼，伊、哦、是屏东的副局长，伊被枪杀了吼，伫、哦、三角公园，三角公园是台湾银行病院暗邮局。迄、那个中有一个三角公园，屏东你会记吼？伫遐示众，像迄中国人拍人啊，只插一支牌啊，啊，互人看台阶架高，吼、哦。徐松军，咱个同徐松军吼、哦，今年阮伫高台南同学会，伊甲我讲，伊讲迄部伊有看，伊拄啊放个戏，伊有看，啊，伊甲解释。伊甲解释讲，当时即个叶秋木是副局长，啊，即张杰富是局长，啊，啥啥无抬局长去抬副局长，原来中国人的做法就是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即、這个张杰富较贪光，伊走去边，啊，即叶秋木牺牲，走去边了，佫出来。啊！若普通讲啊，走一边唔着，追加一定，就是是警察。中国人的做法唔是安那，因为伊要甲你抬，无啥物大原因嘛。哦，啊，伊佫加你，甲你抬，不如甲你笼络，互你知影讲，恁朋友已经抬死啊吼。啊，你即马出来吼，啊，我好处互你，落尾做甲国台，哦，同款是同款的场，诶处境，一个牺牲，啊，一个做国台。哦，啊，迄就是朋友甲介绍啊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，啊，走了都无代志，啊，佫有好处，哦，刷入去，哦，迄个是吼，刷入去，白色恐怖，二二八了，白色恐怖，到戒严令解除了，根据 fireproof 这个 Milo Thornberry， 这个就是解救平民币脱离台湾的迄个作家，哦，作者，这本册作者。这就是现代实实在在台湾的苦难的故事，啊，外国人来帮忙吼。军事法庭
到要30,000件，人数140,000人，出行3,000人到白色恐怖的时代，吼，到3,000到4,000人，这本册写的吼，坐来去。我1月、2月、1月，当年去义工教会，头一摆有机会去参观义工教会啊，伫遐演讲，啊特别叫因，啊因拢有在互人看啦吼，啊在地下室，即都是林义芳因老母啊下面上生囝牺牲的地下室，啊这个朋友在甲解释讲，迄楼梯吼要迄只，就是因惨案的迄只吼。啊！我看伫地下室看到伫这个镜头遮吼，遮有两本册，遮有两本册。我看一个煞，感觉拢总无，煞毋知要安怎讲啦。迄两本册就是阮翻译的这两本，啊，就是伫林义宏的老母含囝牺牲的所在，即摆伫遐，所以我迄、那个。感觉就是讲，啊，古早这部册的题目就是《动荡下的民主进展》，啊，就是咱的进步什么呢？进步国民党的抹杀，到即马中国的恐吓，干那进步呢？台湾本身的地方并无什么进步，所以，咱们先是惊，即马最近有这要建碑的。在台大校门不建不会签署，你若碰到尽量签署，唔知会成未成，这是另外代志吼，不要存心意吼、哦，这嘛是同款对无错。啊，你看看，白色恐怖内底，伫美国海外的黑名单，哦，迄个是就是安尼。啊，詹文成唔敢会去害，就是有迄个尿白啊来伫校门足多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我看伊个红色遐，哎。再走来伫遮，应该伫遮，我的名应该伫遮。主要我要讲我的名伫遮，要甲恁讲，因为我有的名有伫遐，才会知讲这个黑名单偌济白惨。我都无感觉讲我有啥物法叛乱的迄个行为，啊，现在我是黑名单，别人唔敢黑名单，唔敢意思谈我，你黑名单，所以迄拢乌白记啊。伫校园啦，我现伫新生啊，伫大学咧做教授，可能为学生啊，啊，咱若讲话爱着记啊，爱领钱的嘛，哦，所以会出即款代志，冤冤枉枉代志。但是你若有出代志呢，伊着根据这佮家己治罪嘛，有证据啊，哦，就安尼尔嘛。啊，实是咱拢无错，所以大部分的人拢无啥干呐，爱讲话尔，像我即马咧演讲同款，爱讲话安尼尔。好，说你去。自由的自卑，迄当时，皮明明教授是安尼脱走、脱离，互这个帮助作为计划脱离台湾。刷入去，我有一个伊的册吼，《自由之门》迄《自由的自卑》迄本册，我有一个真好的历史见证，就是讲我1972年伫 Houston。请伊来 Houston 演讲，大家拢请伊来演讲啦。迄个时，伊有保镖，阿要含小件吼，是阿要含小件是，敢若几个人会当住伊个 hotel 个 room 内底小件，吼。啊，我现拄啊利用机会，摕我迄本伊写迄本册《自由之味》迄本原版，互伊签名。所以即、這个正边即偷窃个部分，1972年偷窃部分，到29年后。29年后，伊来新西兰伫演讲，啊，我现伫台湾，啊，我知影了，我紧叫阮左囝去听伊演讲，摕共本册，讲拜托伊签名，伊签，然后讲时过境迁，但是这个时过境迁，为了目前看见，嘛是干呐，谋杀啊含这款的恫吓，对国民党含共产党，这兄弟党在处理台湾。拢，咱着安尼想，较知影讲台湾的苦惨伫底，拢是面对这两党，因若要相拍，伊着相拍；因若要共同而动，共同而变了足紧的。啊，咱台湾拢伫遐下骹底，看拢袂好势。好，所以个，咱有在做空阮的厂吼，
所以我特别用这个 slide 甲恁讲，讲白色恐怖现在要存在啦，唔是无去哦，存在是表面上，但是国民党统治住白色恐怖要存在，安怎讲呢？这出电影吼，为捍卫历史真相，保持拒绝含公共电视改革，因为公共电视要求林家惨案含电脑用自焚迄个画面。爱伫电影摕起来，爱迄两个导演无爱，即马伫遮做，大家都知影哦。第四个，有一个家己的德国宣导师，伫《自由时报》发表文章，伊讲我无法理解国家电视台邀请民间拍摄历史记录，竟然因为历史影像太过真实、太过刺激，要求导演删除，这太不可思议。哦，啊，迄、那个甲美文算德斯，伊用西方的理性观点对台湾人讲，消极的人无反弹的权利。啊，这批人完全毋是消极的人，伊拒绝。哦，虽然讲伊无要资助伊安尼。这个故事我伫台湾问，因为发生超过近两个月之以前啊，所以我无读到原文，但是我有两个。两个人，因两个人讲，迄是有影，讲是南部吼，南部的里长迄绿色的啦，吼，绿色哩去台北办酒菜、新娘酒，啊用巴士亲戚朋友载载去，讲要回来的时吼，警察也前讲去阻挡，讲因是贿选，哦，讲因是贿选，哦，所以呢，有一个影啊生一个囝吼，这都是白色恐怖的人的做法，乌白甲你拖累啊。所以台湾在国民党统治下呢，还阁是迄款情形，虽然是毋是像古早安尼，这就是啊，这就是白色恐怖的做法哦。所以个台湾人敢若读中文尔，这嘛是一个误解。所以个台湾就是伫荷兰三四百年前，荷兰伫台湾的时候，就新港文书。所以个新港文书就是用拼音。把希腊雅族的语言吼，翻写作白话字，写用拼音字写作白话字，这总是咱读无啦吼。但是这就是因所谓翻啊客的客语，迄个时就是用安尼在写吼。啊，所以演变到现此时，你看这个这边迄是马太福音。荷蘭的馬太福音的聖經，第二個就是希臘雅族的福音的聖經，馬太福音的聖經，哦，這荷魯，這現白所謂白字字啦，白話字，就是像這款的，說落去，用這看較清楚吼，耶穌的家譜，啊，英語就是這邊吼，阿伯拉罕的。好的台北的好的耶稣基督的家谱种种，这是咱今仔日的白话字吼。啊，这本白话字1970几年，和伫圣经公会和国民党取缔啊。哦，这大家可能若教会人就知影，就是好取缔。哦，啊，即马大家美国人印象就讲，哦，台湾人讲是台湾字。大家都说过伊，含黄帝是咱祖公黄帝嘛，说过伊吼，所以是有迄个安尼，无渺渺的想法吼。所以个，咱来讲台湾语文有几种吼。第一抓老上老啊，迄清朝时代出世的人，因信当然是讲台湾所谓台湾话嘛吼。吼啊，开始日本起山，啊开始学日本话吼。第二抓因的祖囝。因四个祖囝，迄个是老的，伫日本时代读册，日本时代生的，吼、哦，日本话，啊，搁台湾话，啊，慢慢啊，就开始讲中国话，吼、哦，所以因的孙，四个人的孙，中国话就愈愈叫啊，敢若广州听到会记不起记不背尔，但是一般来讲就介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第四代，两三个拢住伫美国啊。因咧讲英语，所以台湾的语文啊、语言啊，是毋是敢若中国的一种啊？演变
是几啊种啦吼。啊，这第一代上岛平溪是阮外嬷四个姊妹，第二代上岛平溪是阮老母四个姊妹，第三代上岛平溪是阮大姐四个姊妹。伊生查甫，所以互阮第二姐负责。后壁迄个四个是阮二姐四个组囝。啊，这四代拄啊有当机会翕一张相，真趣味的有历史，真趣味相。啊，我用迄张相来解释讲，台湾的语言变化就是像安尼，毋是干是咧中国化尔。哦，坐入去，台湾是反共的国家。在台湾的国民政府早期恐共，所以唔敢到处身边有匪谍。啊呐，看到台湾的匪谍，啊，就抓去关，抓去杀。伊拢唔敢去中国抓匪谍，拢干呐伫台湾抓匪谍。迄恐共哦，近期灭共哦，大家去台湾朝共那样吼，灭共不成反共，你有吗？大家即摆拢去共产国家，去中国安尼，啊，马英九嘛安尼真，所以国民党呢，国家是一党专政的党员机构，一党专政，哦，因无所谓反共种种，因若有一党专政，伊就爽快啊，你看咧，所以讲一党专政，伊安怎专政？迄个党旗，上顶悬迄个党旗啊，迄个是党旗吼，因。中华民国的国旗的演变吼，拢总有迄个党旗伫顶悬。党旗，你看美国的国家的国旗也无党旗啊吼，敢若中华民国的国旗有党旗，哦，你看拢有党旗。讲说一句，这党旗五党所装，中华民国国旗迄款设计吼，就是以国民党为主体，甲个国。中国诶，国民党诶国旗，去诶党旗去摆到边，即可比咱是见怪不怪吼。其实即可比讲美国诶国旗吼，用民主党诶 logo 下到边，啊是共和党诶 logo 下到边，同款诶意思尔。但是即支旗啊，你看看，欺负偌侪人，抬过偌侪共产党，欺负偌侪台湾人，啊，实是因诶一党专政诶迄个，所以。所以在台湾，咱知影讲有球赛，啊，马英九做市长的时，敢是迄个时阵吼，袂禁止人摕中华民国的国旗入去球场乌烟，哦，国旗是中共袂准的，哦，但是中共会准国民党的党旗袂，伊会准，原因是讲那。台湾无国民党的党旗伫台湾，中国对台湾的迄个 claim 哈，伊占领台湾的迄合理性就无去啊，伊是靠国民党和中国在牵做伙，吼。另外，伊予台湾有国民党的党旗，佮会当含在地民主党的党旗来收台，吼。所以，中国一定。中国未讲禁止党旗呢，伊敢若禁止国旗哦。你甲看，哎，慢车咧。这个伊所会当用阮的这个Chinese Taipei 这支旗啊，这世界伊拢无要紧的。你看这支旗啊，中就是有一个党旗，伊拢无反对，中共拢无反对。这支旗啊，中迄就一个党旗，哦。所以我想讲吼，这唔笑谈咧，我想讲这是 serious 咧。那民进党来当设计一个国旗像，学中国国民党来设计一个国旗像安尼吼，伊家己民进党的党旗在同款的所在吼，台湾都有救啦。哦，但是民进党咧，家己的历史也不爱穿四年前穿粉红蓝衫啊。最近因咧开迄穿黄衫，对无？敢若绿色个旗吼，敢若毋知安怎，无啥爱。啊，我摕到这点吼，啊，有人说啊，讲啊，你对色真敏感，伤敏感。讲无冤枉，冤枉，这是
民进党先敏感，啊，伊无爱用绿色，遐敏感，毋是我敏感，是因先敏感。啊，咱就是有这个问题伫遐吼。是安怎太得爱穿粉红的衫？是安怎太得爱穿黄衫？啊，咱要穿绿色的衫，绿色的衫本来就是安尼嘛。啊，但是咱得爱，变作讲标道德标准，毋茫去扰乱别人吼，是可能是安尼。哦，所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对这个开始，我们倒一面开始，这个八旗旗啊，中国唔捌插伫台湾插过旗啊，中国唔捌哦。所以即卖地形，迄是中国，啊，这是台湾，台湾是敢像春节尔咧。你认为讲台湾和中国的关系是特殊的国一国关系，但最边讲一边一国，哦，所以台湾对人来讲，并唔是讲。是中国的一部分，所以出来问竞选的是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哦，啊，那台湾那是中华民国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啊，这个等号的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嘛，哦，所以咱就是安尼想法嘛，吼，伊讲遐话就是会方安尼想法嘛，吼，唔是讲条件甲想的啦，吼，啊，中华民国唔捌通过统治过台湾，所以，哦，啊，这就是 Australia 的。talk show， 伊在批评台湾，两，迄个 this China， this is China， 迄个对 confusing， very confusing， 诶，迄个诶 video， 今日袂当放吼，好。所以吼，咱来讲，美国人会顾及台湾诶人诶福祉未？咱先来讲美国诶某项服务政策，即几啊年吼，美国国会。台湾关系法对台湾总统选举保持中立，这因在讲的吼，保持中立。哦，美国国务院伊向来是一中政策维持原中。哦，所以这个Thornberry这本册提到美国伫台湾的外交部门替国民党监视美国人的政治活动。啊！美国人这些政治活动，这样干是是为着台湾人，是为着避免面对脱台湾这款的人权的考虑。但是，第四个美国的外交部门的干是因这人也伊讲的吼。啊 ，Bruce Hutchinson， 这本的原作者，伊讲美国国民伊是一中模糊政策反对台独的始作俑者。哦，伊真无客气，伫评判美国诶国务院诶外交政策对台湾，即个好像从真为台湾啊去阿扁第二摆选举以前去甲阿扁讲，你得爱，即有写伫遮，哦，当面对陈水扁宣布10月20日俄国战为台湾独立纪念日，即就是伊。直接甲阿扁啊劝过啦，吼，讲你毋茫要去参加联合国啦，迄联合国即马是足乱的啦，足无路用的吼，你归去用迄联合国即种宣布台湾独立，即就是即 Bruce Hutchinson 去选举前去甲阿扁啊讲的，哦，所以哦，你要看，确确实实 AIT 办事包道阁啊，前的办事，都咱都知影，最近选举是去台湾，讲迄款九二共识，哦。哦，就是替马英九竞选嘛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、选举观察团伊甲出来讲，迄是个人的立场出来在讲的，和民无关系。哦，一个乌民，一个白民，对我来讲，这是乌民白民啦，这无啥物讲是毋是对毋对啦，这拢是设计出来的做法。哦，这是咱毋茫安尼相信讲确实有影。哦，迄是个人的行为，我拢。一向我拢袂相信即款嘞，迄是国家整个国家的处理方式，的处理方式吼、哦。所以讲到遮，我来做一个谜面吼、哦。台湾独立猜成语一句，用台湾来猜，同音阁成语一句，大家毋知猜会出袂？好，所以谜底就是吼，谜、哦、中不足。美国和中国拢袂甲你同意，袂当 bless，
的代志，台湾独立就是美中不足哈，美中不足。所以咱嘛想讲，美国会为咱，我讲拄仔讲啥，三分五钟吼，还有吼。sorry， 咱现出世的遭遇吼，那历史拢卖想吼，其实还存在啦。啊，迄是咱家己做起来的啦。历史上有江浙含泉泉州，我来无一个。江浙含泉州的人在斗，三四百人前，德哥斗菜刀，吼，直直斗。德哥菜斗菜刀啦，用笔写的，可比讲哦。先民主，还是先独立，还是国家主义，还是民族主义，这些话题吼，那逐项拢对，啊，咱敢袂爽快，嘛是真好，对无？但是这些拢算是用在对斗的，早三四十年前就斗起来吼，用这个对斗的方式在处理，唔是讲哦，咱双管齐下，啊，大家来欢喜，唔是安尼。啊 ，email 啊，即卖用笔写以后，啊 ，email 现出是哇，到个到个话题上反扁啦、停扁啦、反菜啦、停菜。啊，你若要反菜，你就去反菜；我咧停扁、反停扁。啊，以后若好个结果啊，唔足好，啊，大家都欢喜，敢唔好？唔是，啊，无结果出来，就大家伫遐到个，敢那两因，你敢会知影因国民党啊、民进党伫混个顶管哦，相安无事。啊！咱人民伫下骹相持不下，啊！这历史上就是安尼啊。哦，咱唔能讲，干那怨叹别人，咱家己做法就是安尼。哦，所以去，可比讲，我伫台湾拢有小一个啦。乡营长啊，蔡定贵教授领导讲到护台湾，恢复咧抗争。我的意思是讲，人伫台湾咧拍拼吼，啊，你就去拍拼，啊，就该鼓励，安尼就好啦。人无讲伊做安尼，就是要互别人安怎吼？但是这嘛是斗争的话题。即马 email 你甲看，你个斗争的话题吼，都无需要安尼吼。说你去，哦，说你去，哦，最近伫台湾母亲节有买募款救阿扁吼，释放阿扁吼，母亲节这张阿扁妈阿扁的老母。这是杜教授画的图，杜水芳，杜水芳教授的人权会秘书长，伊画的图，我感觉真好啊，哦，真好，唔是讲要含人过意不去，真好诶一个图，啊，我征求的同意，看会当下来遮演讲啊，下来去买，啊，伊讲哦，足好，伊说写下骹即个迄落，我下骹遐伤细字啦吼，啊。伊为着要感谢，同时爱感谢黑人力，因为黑人力差不多一月之前等于台湾亲身去探访阿扁的老母，吼、哦，黑人力。啊，写了呢，我想讲，哇，这摆来这是必会演讲吼，所以我有必会会员的义务，所以我就甲翻译做台语诗，说落去。这个内容安怎讲？我甲翻译做。看到台湾的阿母，目头夹夹，目睭已经无啥看。咱有看到伊目睭间的目屎，闪耀你我的阿母无条件的爱。母亲的名叫台湾，这就是黑人力强烈唱的歌吼。母亲的台湾叫咩？咱得爱用爱甲勇气，顶关的爱甲勇气。来结束阿母的苦情，子孙的路途才会当安生，台湾前途才有希望永远长光。哦，伊的意思就是遐个吼。所以，啊，对这民众的期待，我想过几啦项，啊，迄拢想的尔吼。以后唔知因唔知安怎，就是讲会当想到哦，民进党啊，你得爱和善共事啦，高庭不乱啦，啊，是下乡亲民啦。亲近家庭，这民进党爱做的代志，所以去，也是讲另外解释讲高庭党员啊，得爱和谐领导，鼓提拔青年，啊基层的党员爱万众一心，和善共事，这都是拢爱做的代志啊。这不是咧批评民进党，就是讲对大家要了解，建树呢，建得我们要深耕基层，
逐摆拢安尼讲，对无？即就是共款的刷去。啊，咱的主角就是讲，咱毋茫想要靠啥物人，靠别个人，还是说啥物人？咱啊要食好心，就家己合。好，安尼，多谢。哦，啊，这吼，这就是阮太太，我翻译这本册的时，拄拄阿平啊出代志，阿伯甲骂也歹势，唔甲骂也过意不去，啊，得爱写几句，啊，我当伫书，这本册书内底，总用这款的方式，甲阿平念一下就对啦吼，讲不分世代。代代忠实奉公守法，无人分好人，人人随时改革自身。啊，变啊个问题，毋是讲伊拢无啥物代志啦，哦。但是我用即个寄望讲，大家都爱想。啊，寄望讲，即款个代志哈，实在是咱若所谓有台湾维新吼，敢若日本维新，伊迄个基础就是咱人爱做好，真正爱做好，就是用即个态度。来应付咱台湾的代志，够有基础，通去做好代志。哦，啊，若无，干那要占官位啦，即要做官啦，即啥物代志，啊，要干那要消灭啦。伊若讲一句吼，啊，我著甲灭一个。啊，伊若不讲，我也无啥话通讲。即个即马即个 email 的顶端有迄个现象啊，拢对人个尻川后底搭嘴角，足侪安尼。吼，甲错哩，敢也有？我无啊，即无。多谢，多谢。